欢迎回来，我们拜友趴到第二趴啦。我们这一趴呢，啊，终于啊，我们总算有个新面孔的女性来宾来了。当然也不是说旧的不好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雨欣，耶，耶，雨欣，好，雨欣第一次来啊，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是雨欣。那我平常喜欢玩的游戏类型是英雄联盟，那我也会玩炉石，但是非常的烂哦。对，然后今天知道说要来体验那个快打旋风，对，所以非常期待。好，那雨欣平常有在开实况吗？有，我有在开实况。哦，一样在 Twitch 那边。对，在 Twitch。哦，好好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雨欣的脸书啦。好，那跟你介绍一下，因为应该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对。好，我是卢比啊，我是主持人。那平常是也是有在实况，那主要是在实况快打旋风，然后跟那个赛评的主播的部分啊。然后旁边这一位呢？那、啊、你不要介绍对不对？为什么？喂，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看到阿 B 的反应，我都觉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没有，刚刚我要介绍 Yolo 的时候，阿 B 就打电话给谁？打电话给小蔡一下，你看他们坐好近哦。对啊，小蔡聊天室等下就过来了。哎呀，这样聊太妙啊啊！好，这个是 Yolo， 算是在快打的一块。应该算一块宝玉，还是一颗星，还是一颗钻石？啊，我们呢？那我们下一位呢？蓝宝石啊，蓝宝石就好了。钻石可能太高了，蓝宝石可以吧？可以啊，快打现在蓝宝石，蓝宝石，蓝宝石，你是怎样？以前那个歌厅是不是？可以。好，那在你右手边这一位呢？哦，这个是我们的阿 B， 那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位玩家。不喜欢人家，你为什么要跟他坐那么远？有心结，我没有坐，没有坐很远啊。你自己看画面，有我们很远，很远，我们很远，后面很远，很近，然后靠靠基隆宫那边，很远，离我很远。我老婆在边上，我这样啊。好，那在右边呢，这一位是最近刚出道，不，我是快打精英，大概是英雄罗精英的等级。嗯、他是快打界的唱跳歌手啊，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他有出 MV 呢。童神不是精英吗？是吗？童神没有精英吗？没有，他等一下就来了，他等一下来哦，他等一下来，他等一下会来哦。他来吗？他十点就到了，他十点就到了。他应该没有精英吧？不用来了。他好像。他说他自己跟精英是一样，他是不打精英，所以你有比他强吗？你有比他强？没有。那你跟童神打谁会赢？当然是他、啊。我怎么可能打得赢他？这么什么？我都打得赢恰威，有没有不可能、啊？哇塞，打赢一次就到现在哎、欸！不是啊，威力，你等一下晚上可不可以改计划？等一下晚上打英雄联盟好，我要看一下那个我隔壁那个怎么打同神的，我真的好奇了。好啦，那这一位那个相当嘴的就是基隆东、yeah. 啊、那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搜寻一下《游戏不是我的天空》啊，不是，游戏是啊，真的吗？准备什么？不用等了，我们可以播一小段让雨熙看一下基隆东的，不用他出 MV 哦。好好，我很期待。打很多是。叫人快乐吗？还有冰箱没有煮饭啊？我吃这个没办法。我煮饭啊。我刚刚就有听说了，真的吗？非常厉害，打这个打到出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我本业不是做这个，我本业本来是别做别的，我打个电动莫名其妙一直上节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打电动可以吗？好，那当然最左边啊，那么不免俗的女生当然也是要介绍一下，这位是叶子，电音界的林夕蕾，厉害了吧？啊，林夕蕾，为什么是电音界？为什么是林夕蕾？因为我觉得林夕很正啊，不然徐若瑄不对，好老，好像你要挑个身材比较接近的，那像林青霞之类的。你这个好，林青霞，不是那种很仙气的感觉。等一下，我就想到东方不败，泫雅，泫雅，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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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泫雅，再，我再自己笑了，自己都笑得很尬，自己都觉得差很多。顺雅会润娥啊，润娥身材是比较正常一点，润娥身材正常多了，顺雅就有点夸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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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这个算是啊，我们主持人的班底都介绍一下了。好，那你要这边大概都介绍过了，因为很重要哦。等一下呢，你要知道，你要挑一个老师来教你玩快打。我吗？对。你要挑一个，好不好？是让雨熙挑吗？三个都要教他、喔，所以说 Yolo 跟选出最不喜欢的哦，因为到最后你要决定说哪一个最烂、最 suck， 然后把它挑出来这样子。可以，
是这三位男士吗？对对对对对。哦，好。好，那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就是与其之前有玩过格斗游戏吗？就是除了快打旋风之外，快打旋风你没玩过吗？没有没有。啊，格斗天王那些你也都没碰过？没有哎、欸，可是我有看人家玩过。有看人家玩过、欸嗯，所以与其的年纪可能跟我们比较有一段差距，所以。以前没有那种小时候跑电动场之类的，没有，我只玩过马里奥。方便说吗？你猜猜看，85。对，好聪明哦，好厉害哦。看人家资料啊，对啊，我从他小我三岁，我应该差不多吧。对，85。我们这一集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啊。你好意思讲嘞？我小你三岁，85啊，我八五。哇，好小哦！85比我妹还……你知道这边都六字头的吗？啊，七年级生，七年级啊，没有七尾的，七尾七九。好啦，那这边的话呢，所以雨熙以前有跑过电动场去玩，应该都有啊，多少？电动场？对啊，就是去玩投篮机什么的。啊、有有有有有啊，那个都玩过。那个时候应该看到旁边台子有人在玩过格斗游戏，嗯，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可是我那时候，上次去日本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玩。哦，真的、哦。日本有那种很大的那种游乐场。哦，对，对，日本的那个游乐场还算比较大的，对，可以看得到格斗游戏这样子。好，那雨熙，这边突然问一个问题，这是哈鲁问的，就是我们的执行制作啊，就是他问说，觉得观众做过目前最令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你实况一段时间呢，一定会有观众对你做一些。让你比较感动的事情，感动的事情吗？看这集吗？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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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的事情应该是、去年生日的时候，对，就是我实况的那个订阅者，他们就是帮我在那个唱歌的地方，然后。就是全部都布置好，然后等我进去之后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Lucy、oh, 什么的，对。所以你有找干爹出来一起唱歌？就是干爹们啦、啊，对对对对，就是找干爹。我想说，怕观众们不懂干爹这个词汇。应该还好吧，因为麦卡贝的观众也都知道啊， okay. 就是我们常常干爹、干爹左、干爹右这样叫这样子。哦，所以他就是你进去包厢的时候，他都帮你布置好什么？对对对，那些字啊，然后你一进去就爸 Happy Birthday 这样子。对，然后就唱歌唱完就蛋糕都推进来。哇、oh, ，好棒哦！你有吗？你有你的干爹有吗？有，我上次不帮他有啊，准备蛋糕。你不要再讲了，今年去年都没有帮我庆祝。他每次只要那个他干爹都要帮他看 board 呀。干我妈的 ，Ruby 你会不会啊？他们是怎样订阅花了钱，然后要就找机会来打我这样子是不是？我觉得你比较有机会吧。你在那边听我讲笑话，都笑得很快乐。我跟你讲，这个人的抖内都是去骂他，你知道吗？骂什么？例如，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你看啊，赞助基隆东100块，想对基隆东说过年前最后一哦，这个没骂你，这个算这个算比较有良心的啦，比较异类，真有良知哎，对啊，要你去看他开实况，真的，哇，真的蛮好奇，你要猜猜看我们每个人几年次啊？我只告诉你我老婆，我直接猜岁数好不好？我老婆76年次，有没有吓到你？我老婆比我大啦。你说什么比你大年纪？对，还顿下，对，我可不可以直接猜岁数？直接猜岁数，猜那边四个就好，不要猜我。叶子，23岁吗？正确，正确，正确吗？他10年前认识的，台湾诈骗追了5年，你顶多被关5年，你现在可以去，你现在去了，5年都很甜，不是23吗？差不多，对啊，差很多，差很多，差不多啦，还行啊，5岁内都算差不多，好不好？差3-4多啦，差30多，差3-4、5-6多啦，差不多，差不多。你才18岁，所以你差的差不多。18岁，隔壁的老头，你说隔壁的老头，你猜，你看头发那么卷，那自然卷毛就烫的，28、29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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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应该也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没有，你差不多30级，你的相貌比较专业，长得比较专业，长得比较专业，比较专业的人就是看起来比较成熟，对，没有啊，长得很专业，长得蛮专业的，所以大概30级。我今天刚好胡子，如果再不刮，说不定就说个40-50岁，还很记得刮胡子，大概35-36啦。差不多啊，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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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骂他来的？谁骂他来的？可以开口叫啊？可以这样吗？我很想听你猜
基隆东几岁？老实猜没关系。摸着良心讲，就讲实话，你觉得？胡子不要给你。2829吧。外表，你看外表啊，对。哇，今天你是不是看外表的？你是不是有抽烟？有抽烟跟年纪有关吗？看起来比较老。我才2829，是你没有抽烟，你抽烟大概3334。我有抽烟啊。对，那你3334吗？没有，2829啊。我就直接这样讲了。那他今年犯太岁了。为什么？不管他。今年搞搞搞搞搞搞。所以你29。二字啊，反正我严重怀疑你现在算数有点问题。一轮十二生肖，因为犯太岁犯不是逢九吗？没有，犯太岁就是冲十二生肖，十二生肖，现在今年嘛，刚好十二生肖，所以是12、12、24，会算的吧？所以你24岁，24，好，这样你也可以凹，我也是觉得我也是醉了啦哈。好，那个今天来到怕游戏，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言归正传了哈。好，要来玩一下，会不会觉得很紧张？会，因为我其实蛮有点游戏白痴的。放轻松好不好？因为这三位真的都是不是我在讲，大概是台湾数一数二快打厉害的玩家啊。至于会不会教，那就看个人造化。好啊，那身为快打节目呢，当然很希望有更多的玩家加入了啊。其实有很多人，很多我们这边聊天室也有很多玩家，其实是从头到尾没有碰过快打的，他们只是单纯爱看而已。可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很容易遇到挫折，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快打导师战呢，就是要来教大家如何简单的上手这一款游戏。OK， 那今天的快打导师战呢，就背负这样的使命，让来宾来感受一下我们快打的乐趣。三位导师啊，来教美丽的雨熙来玩我们的快打旋风啦。最后，请雨熙来选出今天最不喜欢导师跟最终抉择是否愿意继续玩快打，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捋一次，好，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一次。最不喜欢的导师要接受惩罚哦，所以你们三位要认真教啊。今天的惩罚是什么？惩罚是什么啊？哈鲁没跟我讲哎。我们的惩罚是什么？最不喜欢的导师。请那个雨熙发挥我们的化工。哎，啊，对对对对对，刚刚有跟我讲。啊，就是画叶子的脸呐、啊，太好了，是啊，不管挑谁最烂都要画叶子，对，就是你挑，比如说你挑基本弄最烂，然后就拿笔画叶子的脸。等一下，为什么聊天室有人把我年次爆出来？其实我 啊那个，总而言之呢，啊，每个人有2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每个人有两分鐘，而且要请导师推荐一支角色给我们的雨熙，因为快打旋风有非常多的角色嘛。等一下就看你喜欢哪一支，好吧？那最后看成功与否，就是看你要跟叶子 PK 一场。哎呦，这支是给我吗？对，就让你稍微遮一下，就跟那个腿上。其实我里面有穿裤子。那你就直接把裙子脱掉啊！你别说，我真的裙脱掉来。哎，不行，这不是有实况台，我在实况台我就掀起来了。没关系，我不介意。人家没问你，你很奇怪。我们遮住，我们遮住。我们自己有没有介意？我不介意啊。啊，那我们所以谁要先来？谁要先来？三个谁都可以啊，都可以。早死早超生，最不会教的先好了。三六会教，三六先吗？年纪最大的先，年纪最大的先。你36、28、31不是这样代号吗？23，现在把身份证全部拿出来，身份证全部拿出来，我真生气了，身份证全部拿出来，代号代号的身份证全部拿出来，生气。这猫里面有年纪了，小弟名字太难记了，就把你刚刚代号都记一记。36嘛。36、24、28、31、23。OK， 最好是这样记呀。单名太多，这样真的比较好记。这样是比较好记，记性纸对。你不要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不要牵着鼻子走啊！真是莫名其妙。好了，36先来啊。36啊。我觉得一天，啊，不是36好不好？72、6，我没有半小时，26，我想26真的差不多，26又差45多了，所以是要推荐一只角色给他，或者看他想要选什么角色啊？漂亮一点的有没有？哎，好亮的角色都很弱，这样子猫猫就可以拿掉。你选那个，跟他的梦寐以求的东西啊。他是用这个玩，米卡，我真的没有。他应该是梦寐以求的，米卡。你也知道，就是男生就是比如没有那些没有那样东西的时候，就特别想要那样。其实有些女生也没有那种东西。有啦，你看，没有 B 游戏怎么玩啊？登错账号了，出去。哎，我现在可以动吗？要等一下，要哦好。什么重新进入游戏是不是？对，先把游戏关掉。哎，登错账号了。你知道怎么用吗？结束应用程式对，然后登出最右边的什么？我跟小象一样了，小象都快40了，神经病。
上一次 PS 你了啊。哎、欸，这样就不用了，这样直接来，对，这个就有了。快打没有漂亮的，还是有啦。这是前后左右嘛？对，没有错、啊。这是这边是拳脚，上面是拳头，下面是脚。哦，上面是拳头，就上面三颗是拳头，下面三颗是脚、嗯。然后这是分轻的、中的跟重的。啊，轻、中、重，没有错，没有错。啊，这两个是没有用，没有用。哦，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废物，好。不要这样。所以你比较想要选学女的女生角色？女生打男生，等一下竞选单就知道了。女生打男生，女生打男生，女生的角色，然后去打男生。有这种东西吗？有人叫我不要像游戏蜜蜂，他不知道他已经改名，他不叫游戏蜜蜂，他叫游戏乌龟。要登录吗？应该不用登录。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他登进去没有 DLC， 不用登有 DLC 吧？不用登嘛，对不对？按叉叉。理论上不用登就会有。我记得直接来。对对对。小象大我两岁吧，我记得。哎、欸，好像哦。小象大我两岁啊。好像。嗯。雨熙这几天会去电玩展玩吗？哦，我每天都在。哦，你每天都在。对。哦。每天都有活动。每天都有活动，辛苦。那你的签名会是哪一天？22号，你是哪一天？22号。同一天。礼拜日吧。礼拜天啊，我们都是礼拜天。哦，你们都是礼拜天吗？你什么时段的、啊？下午一点。哦，在我们后面那一场，在我后面那一场，对。我、这边就是所有角色，然后你可以看你要看哪个顺眼。我可以动了吗？还是自己在动？现在是练习模式，是不是？ Oh, okay. 是我在动。OK。但是我可以移给你看。嗯。关注啊，计时两分钟，两分钟给你。我在这边选人都选完，你们剩下几分钟再算好不好？好，换这支。你可以看看，如果你有想选女生，我可以直接给你看所有的女生，这一支，还有这一支，这一支，这支好，这支，有我就说嘛，他选那个自己没有，就很想要。人家要选拉，人家要选米卡就选米卡，还是这一支？好，这支也可以啦。你那支你要做个决定啊，还有这一支也是啊，观众想看双马尾那一支啊，双马尾是就是刚那个米卡，米卡。对不对？我觉得完蛋了，我觉得完蛋了。不会，人家叶子开老伤啊，他不简单，就叫一直乱唱歌就好了，有差吗？好，那我们计时可以开始啦。好，等他进去。好，那等一下怎么判定谁教的好，谁教的不好？我决定啊，我决定。那我先让你把他叫出来。先让我动是不是？动，先是啊，按一下 PS。OK。灯右边那一个。对，这个。OK 好。好，我可以动了哦。试看动，看能动。对，你现在是。哦，我怎么打不到？你先不要急，先不要急。先听我讲。我眼神。冷静点。先听我讲。就是你是紫色那一只嘛？我知道。那就是你可以先试去操控你的摇杆，就是摇杆控制你的前后。你如果现在搬你的左的话，它就往后走。哦，这个是跳。上当然是跳嘛，然后下搬就是蹲下嘛。那前后左右就是这样。你如果对，很明显的就是你在这边，你搬右就是往前走，搬右边就往后走嘛。对，那你要打人当然就是要往前走去打人嘛，你不可能在这边回不到人嘛。好。对，那基本上靠近就是开始用前脚打。那这游戏有一些必杀技的东西是必须用转的，比如说你看。怎么接？你不要选错角色，你不要先不要急，但基本上这个比较进阶，如果你真的以后要玩的话，我可以再教你。对，那我觉得一些基本的，就是用一些比较强势的拳脚去打人。譬如说你可以他的话，你可以试着按中脚，这只。对对对，中脚按中脚，或者是按中拳，或下中脚，或下中脚，对对对。基本上，然后靠近就一直转就对了。哦，好。靠近就是试着，你可以试着去转一个180度，从下面转。譬如说，从右转到左啦，从下面转一圈。譬如说，你看，我们在这边嘛，你从这个位置，对手的方向，从这个位置转到这个位置，然后按对转过去，然后按手或脚都会有招式，手或脚，其中一颗，对啊，哎有吗？没有出来，你要转这边了，你现在在这边，你要转那个方向，你要从这边转回来，对，所以我现在是要顺时钟，现在顺时钟。
不是不是，这是逆时钟，这是逆时钟，四时钟。对对对，你手你拿摇杆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这样拿，你要握着它，你才把它掌握。我要握着它。对，你要握着它，对对对。你要握它，你才把就是。我不习惯握着。对对对，你如果拿的是手，很容易就划开了。对对，你这样才把它去转。你看我手，你看我在这边。好，你看我手是这样，从这边转到这边，就是从下面转过去嘛，然后再按手脚，然后你就看。好。哦，成功就会是这样子，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试试看。没有没有，转，就是方向错误。一定都要一直顺时钟吗？看你在哪一边，在左边。如果现在在这边的话，就是往顺时钟转。对对，你靠近点，你哎，你手最后的方向要停在这个位置，要停在后的位置。所以是这样吗？对，从前转到后，对你。哎呦，完蛋，我是不是有点笨？你没有转上去，最后要转上去。对哦，对对，就手要拉上去，对。如果没有转上去，招式就不会出来，对对对。这种招式比较偏向旋转，对，转东西用的，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试着按一些拳脚去打人家，因为不是说要一直出招式打，他的拳脚很强，对。好，基本上这样，我觉得你可以。好，时间到，下一个换金永东，我先吗？优柔，我先好了，我先。啊，优柔先试试。我觉得金永东会出事啊，我很会教啊，我怕我一教你们就不用教了。跟阿 B 换位置，阿 B 换位置好了。对，基本上优柔可以接着阿 B 刚才教的部分继续教。那像他不用换人就对了，是。就看雨熙要不要继续学这支。你要换说要换学这支学这支。好，所以刚阿 B 有教你这个指令头嘛，对不对？对。好，但是你在实战上应该是用不出来，我把这个东西忘掉。所以基本上你要知道说中翁女嘛，轻中重嘛，对不对？上面是手，下面是脚嘛。对，然后你在近距离的时候比较常按就是中手跟中脚，所以你要记住，别对手跟你接近的时候，你就是按这两颗。对，就是稍微把对手拉开。对，然后。如果你跟队友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像这种比较近的有没有就按中手中脚这样，这是就比较近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跟队友有一点情况的话，你可以用下，然后中手，下中手还会比较远，有没有？哎呦，对不对？还会比较远，有没有？你靠你不赢，对不对？所以就如果你说你就是看对跟对手的距离怎么样，就是你如果靠很近的话，就比如说我跟你现在这个距离在中，你就按中手；你跟金永东的这距离就按下中手。所以轻手轻脚几乎不会按到。哎，轻手轻脚也是可以按。对，就是，但是因为他的攻击比较低。所以基本上按中的会比较好。OK。对，在近距离的话，你可以不要再揍我了吗？你怨恨很深，是不是啊？这个练习模式没差啊。对对对。然后，那像他刚刚说的那个翻转指令头，他这个是反转嘛？你也可以用正转。正转的话，他就直接用一个屁股撞。正转是什么意思？就是反方向转，就是像你的从左转到右，从这个位置的话就从左转到右，后转到前啊。看你人物面对哪个方向，从后转到前，然后按手，就是跟刚刚刚好相反，对，你就讲相反就好了。对对，两个会打电动不会教人，教女生真的是很难啊。反正对，教你看，因为有会，我会教。我真的觉得你很会教，所以我才帮你排最后一个。然后你两个真的有够烂的，我打电动不会教人，你咬一套了。对，反正基本上，对你，因为反正等一下他要跟叶子打嘛，叶子蛮弱的，叶子蛮弱的，所以对，我要跟叶子打吗？对对，你等一下跟叶子打，你让我们反正又不是用输赢判定，对对，所以你就是记住我那个重点，就是进去的时候你就按中手中脚，对，这个是重点之一。然后，哎呦，你怎么这么凶？对不对对，很凶，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拳脚？对，很凶的，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按这三颗，对，中下动手，反正这四颗啊，对，还有差不多就是右边这四颗，对，右边这四颗算是比较有用的手段。然后就是对手，就是你知道往后走或者是后斜下都是挡着，就是如果你发现对手一直在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是要挡着，一直往后，一直往后这样，对，就也不一定要一直往后，但是就是往后或者后斜下都是他选老伤，他一直叫他挡，我觉得这根本就害人，试试看嘛，搞不好叶子等下不选老伤，没有，那不重点，两个新手什么伤都一样了，好，差不多，伤都一样，来换你，你真的有够烂的，来，新友最会的，又都放弃了。来，你好，我是二十四号。你好，谢谢指名他。24号，指名24号，现在是坐台24号。对对对，他其实基本上你有看过一些以前电影的武林中那种打那种格斗的东西吗？就比如说哇，要骨骼惊奇。其实玩这个游戏很重要，不是先看这个游戏，是要看你有没有那知识。你手给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你手在那边，不要假借节目教电影。BB 有没有看到 BB？ 到底在教电动还是看手相？我确定你自己没问题。
是路，你是路边夜市摆摊的时候，哎、欸，小姐，小姐，请留步，请留步。对，最低我觉得你面带胸罩这样。我在教你们在教，奇怪。我刚刚已经确定你的手相，你打电动已经很有天分了。然后第二个要先把你的外套脱下啊，你没有穿外套，没关系，你可以随时提出暂停说啊，这个导师很色。好了，我们就直接把它淘汰掉了。对像刚第一个是绝对是，就像是悠悠讲的，你先把所有那些东西忘掉，因为那新的东西你是新手嘛，你不懂嘛，那对你来说太复杂。悠悠其实讲的还是对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复杂？有 ，OK， 那我教你最简单的，你现在就要把它打死了，你是左手那边嘛，对不对？你只要把，你只要打到它就会流血，没错吧？那它要打你的时候，你腰杆，你只要确定一件事，你腰杆是上下左右，你会往是不是后退，是不是前进，对不对？它要打你就后退，它要打你就后退，它不打你就过去嘛，对不对？那这么多颗球你是不是记不住？我记住了，记住了，那这颗是什么？轻手上，这上面是上半部，这下半部轻松脚嘛，那我怕你记不住太多扭啊。那基本上呢，现在教你那么多扭也没意义，你学会一颗扭就好了。重脚，那你我就一直重脚他就对了。没有，他要打你就后退，他快靠近你的时候你就按着放，他就会踢出去了，这样很简单吧？你说往下，然后再按这个吗？你只要你不管你有什么扭，你只要按着这颗重脚，越教越好，你会觉得越教越肤浅，是不是就踢到了？有，他是不是挡住？如果他挡住的时候，因为以业者知识，他应该没那么聪明会打你，你踢到他的时候，你赶快摇杆跑，赶快跑，赶快跑，我觉得踢完之后。一个固定班底主持人被你羞辱成这样，我跟你讲，你打挡完那个，你打挡完那个背后你就走了。你是有多话说？我教的是很正确的。我没有啊，我这样讲，你有没有觉得突然又觉得，有一点这格斗游戏没有这么困难了？有，打人家而已嘛，要么就是你把他打死，要么他把你打死，这么简单。你只要按那个重手。那刚刚第一关我已经确定你那个姿势没问题了，你外套还是要先脱下来，我要看一下。我没有外套。这边应该给他一个那个圈叉的那个有没有？噔噔，就是啊，不行啊。好，那所以我怎么看也就是觉得我教的最好。你讲那么多，他根本听不懂。你只教他一招而已，他才投胎就。我只想问你，三个人讲完，你听得懂的谁听得懂？你听得懂谁讲的东西？我可以觉得两个老师不好吗？可以啊，两个老师好，一个老师好，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对啊，好，没关系，我们先进行一下友谊赛，好不好？他不知道先说哪两个不好吗？没有啊，先进行友谊赛。先打 ，OK。就是他消化老师的东西就知道了。对，就是实际上打起来其实还是有差，看他用谁的东西用最多，你就知道。好，那个郑东摇杆来。一看也知道我这是速成班，千万记得我的名字。你要看他用动作，动作，动作就对了。我老婆在现场，刚是又摸他手，不是我。刚是又偷摸他手，小心小心小心。又老婆偷摸人家手，低哥。不是帮他设定。好，荧幕帮我转正一下，有了。好，那应该是可以吗？我是主机嘛，应该是吧？谁是主机？我是。有人真的很低哥，你不要刚退伍就这样好不好？少。你是要拿紫扇打头？对啊，那个嘞，紫扇子哎。对啊，紫扇嘞。不要摸我肩膀！只要金永东讲出一句猥亵的话，我就打他一次。等一下我们看他倒是用谁多，我们就自己先有答案。他如果没用指令头的话，我怎么想都教不好。你不觉得我刚教的很好吗？我也教的蛮好的。你不觉得阿 B 教指令头？你后面太讲的太深入，谁没有在讲什么鬼东西？我家中进去按中手中脚啊，可以啊。他妈他。怎么样？新手是右边那只吗？人家建议他下那个尿裤子啊，还会中手手中手夹。可以啊，每次看到女生在打的时候，人家建议啊！我跟你讲，女生都说哦，原来是这样转的，然后实际打的都是这样。对，没错，靠近他就这样去，他妈你被男生。为什么我觉得叶子好专业？你当玩多了啊。虽然说还是很烂。对，烂烂的，随便。啊，你的角色在老三的上面。他不知道老三哪一只，左边，左，在左。再左，马尾来啦！好，按圈圈确认一样这个。他有没有圣诞节衣服啊？往左边，往右边的。哦，有好，按确认。好啦，三那个先赢两个灯的就算赢，好吧？哇！好，一批是我们叶子使用的是桑吉尔夫，二批我们雨熙使用的是 Rainbow Mika。他教妹子比教我认真。好，你看他今天做什么？往往后走你是有多怕？你有发现我教他做什么吗？他后面要摇杆，摇杆要跟他放中间才可以踢杆那个踢，或往后，再往下。他怎么那么凶？就往后，不用怕，往后，不要理他。哇，第一次看到叶子哈黑人哎，你刚刚是不是没有教他跳啊？啊，没有教跳。不是，摇杆往上，你不能放，摇杆放。
我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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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按他的啊，又被摔了。不要不要。好，叶子要归啦，血量大幅领先。雨熙要往前去打他，你知道这个游戏要打人的。啊，我要打他。没关系没关系，时间到。那输也是一种，至少你站着。好，至少你看玩那么久的人还要跪在那边，都没水准。你看，我们输也是一种荣耀。你过去打他，要冲过去打他，你冲过去一定死。你在那边站也是一种荣耀。算了算了。还用中手中脚，像你站在那里也是一种荣耀。对，我用什么？你有看到？有啊有啊，他也用我的，你看到没？他一直看到用我的往后退啊。没有，你看到他直接往后退退，他就死了。在那边真。我先跳一跳，我在过去按中轴针来把他打死。我在暖身，我在暖身，我在暖身。对对对，你手也是一种幸福。叶子过来，叶子过来。叫狗。啊！不要揍我，叶子，我们不是朋友吗？可怜人物。我发现女生打这个很容易吵架。中轴针，中轴针，现在这太新手了，太难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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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插合插合，中轴针的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中轴中脚，中轴中脚。你是煞时上身是不是？不是煞时跳完吗？不是不是不是不行，打我在吗？我在吗？不行啊啊！人家麦卡贝的观众，等下电视关掉，他妈有的要干嘛？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哎呦哎呦，血量差不多，快到了快到了，中左中脚是转哥，不要抓我，什么东西啊？哦，还好他不会接空摔。没尝试想起，哎，亲手之力啊，好啊，我死了，死了死了，所以死的不是我，好吧，死了就算了。你以为你突然可以换角色，是闪现一下变成角色，一换边你就搞混了，对不对？对。啊，还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有点笨啊。好了，所以我们友谊赛进行之后呢，啊，不是用胜负来决定，好不好？啊，我们画面可以稍微切一下，哎，哦，声音真的关。还真的有人声音关小，没有啊？麦卡贝的声音一向不是说被人家嫌说很小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导师战进行到这边呢，所以我们最后要让雨熙选一位，我们刚才三位导师其实都，我觉得啊，都是他们目前上节目以来最认真的一次了，真的，我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意思是我不能。对，你不能唯心之论，好不好？你不能因为某个人的花言巧语，你就说要选。不会，绝对不会，我最公正。哦，公正哦，好。所以哈鲁，我们要让雨熙来选的，对不对？记得要请他一点思考的时间。哦，对对对，我们有准备一个 C 一个桥段。好，那我们这边稍微 Q 一下，请问，好，先问第一个好了，我们在你选，你不要再选给人。太少了，拿蓝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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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过我们要在那之前，我要先问雨熙一个问题，请问，好，雨熙之后还愿不愿意继续玩《快打旋风》这一款游戏呢？请作答。我这个音效是蜘蛛网，这个音效是很过分，有在咄咄逼人的感觉。就近，就近。如果我男朋友愿意教我玩，我就玩。哦，但是你男朋友也不会玩啊。为什么说？男朋友回家回家。下班了，下班了。对，下班了。有男朋友吗？我结婚了，大家也不吃亏，不是啊？没有，重点是我没有。啊，真的吗？啊，对。我还以为你有啊。我看起来像有啊。啊，要不然等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三个要，我的快打厉害。我隔壁那个也没有女朋友哎。对，我快打厉害，我快打厉害。我没有问他。不是哈鲁，下次不要发他了。不是导播，你可以给两一个来宾有两个人，不是说不要那样。导播姐，你有那个动画吗？就有那个三个枪，啪啪啪。哈哈哈哈哈！那个飞镖吧，没有，没有啊，就旁边打雷，旁边打雷啊，你中了万箭穿心，有没有？那个。好，那第二个问题才是重点了哈，前面这个只是铺陈了哈，紧张啦，请问。你觉得今天最不喜欢的导师是谁？下音乐。好，我选好了。请说出那一位导师的名字。你如果忘记了，用手指。对，忘了。忘记了讲号码，忘记了讲号码。他只知道。我就
知道是你耶、啊。你今天最不喜欢的老师就是基隆东。基隆东，感谢是我的天哥。那种行为跟小时候那种喜欢一个男生一直在说，我最讨厌就是他了，有什么分别吗？对啊，没什么分别啊。你想太多了。你说啊，我听。你说啊，讲啊，没关系，你讲实话没关系。不要拿橡皮筋射人。因为，我觉得你看手相不准。欸、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活该被选了，蛮有道理的，活该被选。看手相，我觉得这个是中肯的言论，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要来进惩罚啦啊！我们哈路准备好了啊，所以我要被画，我要被画。防四宝，这个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书法课啊，笔墨纸砚，想到小时候书法课吗？那时候我记得还要去外面洗手还磨墨，有一个墨，然后要冲水，对对对对，要磨要磨墨。哇，今天哈鲁还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准备这些道具，真的就是已经要想到可以画，都准备到结，我已经想到了干嘛？太久了。好，所以要让雨熙来教干嘛是吗？是我要写字。雨熙来，毛笔字啊，要不要我可以写字吧？不要我看你那真的是暗恋我，他根本只想跟我互动而已吧？你只想跟我互动而已吧？我结婚了，不要这样子。基本上不要太狠了、啊，就写不要这样，就写字嘛，写不要太狠，写一个字就好，写个规字。欸、我讲你听，笔画最多，写个规字，写个规字，又规矩化。嗯，你知道我再认真一点，我可以生你出来吗？我不在意啊！不要啊！尊重一下，尊师重道长辈啊！来吧！你要画哪里？我不用放我的。可以画整张脸吧？可以画整张脸吧？随便你啊！好，等一下，我看有写说要画哪里吗？你可以把整张脸自由发挥，整张脸画黑，然后留一个白色月亮在头上就好了。反正墨汁好洗嘛，对不对？有没有突然觉得节目很难做？我的纸上。杨丞琳，还没，你要被告了、欸、那个墨水不够。好，来给你加，再墨再墨，磨一下墨，磨一下。来来来，不用磨是吧？我这只是稍微。啊，点一下，点一下。我跟贝利美很熟，你可以不要这样。我跟贝利美也很熟。没关系，我的字体不会太丑。哎、欸，看得懂这个字吗？没、啊，直美王。好啦，杨丞琳，杨丞琳跟蔡琴是不是？是谁在敲打我窗？放在卫生纸上面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被接受惩罚就是我们基隆东。他一定是想要跟我互动，太夸张。谁要跟你互动？好啦，那今天很开心啊，那个雨熙来跟我们一起玩快答，然后做了一件我们都很想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忍很久了，哎，今天基隆东这样子，基隆东我都想帮你算命的、啊，不要听。等一下，你要帮他算什么相、啊、算脸相之类的。好，那说真的啦，就是这边不是谁好的，就是问一下，就是雨熙那。之后如果有机会，还会想要继续玩快打吗？怎么可能？不是、啊，你可以讲真的没有关系。会啊，会嘛哈、嗯，因为你知道，其实这个游戏出了一段时间，然后前一阵子那个Steam特价还有蛮多实况主在玩、嗯。如果真的有心想要玩的话，真的随时都可以问我们，或者再来上节目那个，我们会请比较好的导师。我可以问跟格斗无关的问题吗？哎，请说，请说。你们放心啊，正常问题，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啊，就为什么女生很多，大多数都会去玩英雄联盟？这点是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好上手，不是？那不然呢？男朋友在玩，受不了也。我是因为之前男朋友玩，然后我想要了解他。八十几个去玩，女的有七十几个都这样子。女生很伟大，真的，为了他怎么可能那么好玩？你不相信？你老婆很伟大。他生的是蛮伟大的，讲的中文国，他生的时候是蛮伟大的。啊，所以当时是这样子的原因才会接触，对不对？对。后来比较强，他就跟你分手了。我随便猜，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他很认真的想，我真的在想，随便拿塞个理由敷衍他而已啊！你怎么能敷衍我？没关系，观众怎么办？我怎么可能敷衍你？是不是我对你最不敷衍了？你看我写好写满，你赶出去！啊，今天很开心，雨熙来跟我们一起同乐，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好不好？今天雨熙一直陪我们一趴，是不是？哎呀，真是很可惜啊！那个下一次可以来待久一点了、啊，好不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那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更深入的快打教学。好，今天就谢谢雨熙啊。我们接下来呢，休息20分钟，时间到了吗？差不多。10分钟。抱歉，10分钟。好，我们休息10分钟，广告之后回来了。现场荣耀战魂第一手试玩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